右侧边路，三人上来包夹，这个球传到中间，传得不错，直接凌空射门，哇吼！这一球打得精彩啊，是由尤嘉煌把这一球给射进去了。第一场这个2-0变3-2的，也是台钢先取得点了，而且台钢是在十多分钟就两球领先，但当时因为台电呢是在20分钟左右呢又追回一城哦，所以呢其实后来才会有逆转胜哦。我刚刚看到台钢的确看到边区他们这边的一个牵制力哦。哇，再来看一下这个球，直接就掉到中间，尤嘉煌没有停球哎。对，所以这个球真的是凌空投射，非常的一个漂亮哦。那在边路的位置。